你看不一样，改变之后的江明娟，我一定不会输的哦。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在甜美，传真在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我的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谢谢江明娟。